本剧由高端益生菌酸奶品牌伊利畅清特约呈现。如果说公主病也算是一种病的话，那她的并发症一定就是妄想症。想想看，童话里的哪个公主不是一边被困在幽深的皇宫里，一边幻想着自己的王子早早出现呢？ My princess. 但是如果出现的王子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个呢？花开声音一个人听到，这破玩意热死了。郑楚耀，怎么会是你啊？不然你以为是谁啊？真的穷啊。那你这身衣服哪儿来的？别管，本少爷要换衣服了。哎，你怎么耍流氓啊？注意安全，要常回来哦。该出发了，一定要想着我们。再等一下吧，如果赶不上这班飞机，你的入学资格就要被自动取消了。走吧。好。这么快就要走了？学长，谢谢学长。拜拜，小雨学长。学长小心啊！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啊？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我逼林星辰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的，对不起，因为我以为这样你就会离开林星辰，是我太自私了。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那天是有人把这些资料放到我的储物柜里的。你是说幕后还有人？对，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对林星辰不利。今天你有看到林星辰吗？没有。不会吧，难道杨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好像是12号。谢谢。早点注意到的，林星辰，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停船！我叫你停船！小姐啊，现在这里只剩下你跟我两个人。放心，如果我爸发现我们两个都失踪了，到时候他一定会心急如焚。我如果提什么条件，他应该都会答应的。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套这个熊，把我带到这儿来呀？你不喜欢那个熊吗？我以为你看到那个熊你会开心点。那是我跟那只熊的事，不用你管。林星辰，你还真是一个难以取悦的女人呢。林星辰，你现在是要在本少爷的面前跟我说你跟那只玩具熊的关系比跟我还好，比跟我还要亲密，是不是？神经病吧你！你才神经病！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重要的事？我要去学校。不行，我一定要去学校。喂，林星辰，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哎呀妈！你快来救我呀！我被郑主瑶骗到，骗到。喂，这里到底是哪儿啊？嗯？你猜啊？喂，妈，总之你快点来救我吧！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既然跟程耀在一起，妈就放心了。你好好玩，假期愉快啊！这哪算什么假期啊？喂。喂，喂！既然伯母都说什么假期了，那我们就好好玩嘛，你别管那么多了。谁要跟你玩啊？不要这样嘛！人生就是要用微笑来面对一切未知啊！来，过来。哇！你干嘛拿我手机拍照？会传到云端的。你给我就怎样？别过来！讨厌，给我！给我！什么云端？你快点给我呀！我就不给你怎么样。我在林星辰的手机里装了追踪定位系统，根据显示，他现在在滨海市。滨海市？他去滨海市干什么？好像跟郑楚耀在一起。现在是我要对刀里集团发动最后一击的关键时刻。要是他真的和那个姓郑的小子好上的话，这对我的计划会大为不利。放心，我这就去找他们。如果新娘没有了，一段婚姻还能剩下什么？先生，一间豪华套房。对，等一下，麻烦给我最顶级的那间，谢谢。哎，等一下，我要退房。要两间，麻烦了。小姐啊，最顶级的那间呢，已经有两间书房，三间卧室了，还不够用啊。谁要跟你住一间啊？鬼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拜托，我郑楚耀是那种人吗？啊？郑楚耀，你是不是不舍得花钱呢？嗯？两间，谢谢。哦，还有，我看酒柜上面有两个小黑马，麻烦给我拿两瓶上来，谢谢。那一瓶酒要价是8888元。我知道啊，我像是买不起的人吗？嗯，幼稚。想不到你这么上相啊，我之前都冷落你了 ，sorry。哎呀，你看看，还是我的小可爱最美了，小可爱。哎，
怎么星辰跟楚耀的照片冒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千念雨，你怎么来了？阿姨，林星辰在这儿吗？没有啊。哎，可是他刚刚跟楚耀的照片突然跳出来啊。这是林星辰账户的同步照片，不过看不出背景在哪里。只有这么一张吗？我们家星辰怎么了？他们在船上？他们租船私奔了？哎，不，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坐船离家出走了。这一定是楚耀诱拐我们家星辰，不是星辰的本意。他们去酒店了。我的后尘啊，不能让他们两个孤男寡女在一起啊。找到了，这是在滨海市的 W 酒店。江念雨，你快去阻止他们。要造反了他，竟然搞起什么私奔，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不然要是这么任性下去，我怎么放心把集团交到他的手上。孩子还小，就算要教训他，也要把他平安找回来呀。我说亲家，我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请不要这么称呼。好吧，那就姑且称您郑总。郑总，现在的情况看起来，这两个孩子确实是情投意合，尤其是您家公子对我们家星辰可以说是一往情深，要不咱们就成全他们吧。成不成，现在是我说了算。可是如果这个事情让媒体或者其他股东知道，会不会觉得你们父子感情有问题，而让其他股东失去信心呢？我想媒体应该不会知道吧，陈董。咱们是自己人，我当然不会告诉媒体。我是担心日耀集团其他的人呢。既然星辰是跟楚耀在一起，那我就放心了。郑总，郑夫人，先告辞了。所有的事情都等他们度假回来，咱们再商量。好，请。兜里集团快不行了。这个陈明利还真是不择手段，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利用。哎，星辰死去的爸爸如果知道陈明利这么利用他的女儿，一定伤心死了。你立刻把郑楚耀所有的银行卡给我停掉，同时放出消息，我们日耀集团跟多利集团没有任何的姻亲关系。是，去吧。为了庆祝我们的第一次，干杯。谁跟你第一次啊？你到底想什么呢？我是说庆祝我们第一次单独出来旅行，你想什么呢？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可得防着点。我知道你觊觎本少爷已久，但我可不是随便的人，第一次这种东西啊，我还是打算留到结婚以后。郑楚耀，你是有自恋癌吧？我可是第一次单独跟一个男生，尤其是你这种男生，我才不会做什么喝酒的傻事。你以为我跟你这种臭脾气的女生在一起，我就会喝酒啊？谁知道你喝醉了会不会对本少爷上下其手啊？这两瓶酒我是买来泡澡用的，刚才只是考验你一下，你肯定想多了。等一下我就来泡个红酒浴。你疯了吧你！反正是花我的钱啊，你心疼什么？随便你，不过明天一早我就走。我的药王子，你好好享受你的酒，啊！喂！
林星辰，你真的笨死了，你竟然以为江念宇要带你私奔。嗯，现在好了，江念宇要去维也纳，而我竟然都没有送送他，他一定以为我是故意不见他的。这难道就是命运吗？这个时候江念宇已经在飞机上了吧。小姐，醒醒。哎呀，这这别碰我。小姐醒醒，起床了。小姐。哎呀，你干嘛呀。嗯，不好意思，是郑先生让我叫醒你的。喂，郑楚耀，你干什么呀？你别乱来啊。把钱包给我。干嘛？当然是付账单啊。我爸超狠的，他一出手就把我全部的卡都停掉了。哎，你说好的什么心急如焚呢？你说好的如你所愿呢？你闭嘴啦！这件事啊，算我失策。哎呀，赶快把钱包拿来。我没带钱包。啊？你没带钱包？喂，小姐，我们这可是私奔呢，你私奔不带钱包的？你神经病啊你！你大半夜把我劫持出来，我怎么可能带钱包啊？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件事情啊。看来只能靠本少爷的人格魅力了。这是我的身份证明，等我回去以后，钱我会一分不少的打到你们酒店来。我郑楚耀向来说话算话。不好意思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样做不符合酒店的规定。您如果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您可以打电话通知您的家人。你在说什么啊？我是日耀集团的继承人，被区区几万块钱困在酒店里面，要是被媒体知道了，我们家股价不知道会下跌多少，你担当得起吗你？对不起，那我就只好通知警员了。哎，慢着，不要慌，李星辰，你总会想出办法的。如果你是江念宇，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对，我是江念宇。如果我是江念宇，我用劳动换取酬劳。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您好，我们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付不了钱，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劳动来偿还这个呀？这。我们两个什么都会做，洗衣服啊，做饭啊，刷碗都行，麻烦你了，求求你了。哎，别不开心了，我听说 H 集团家那个儿子也经常到后厨帮忙的，这叫体验生活。什么生活？你说的这种级别的家族就别拿出来跟本少爷比了。哎，郑楚耀。喂，你们两个是来洗碗还是来捣乱的？就凭你也想教训我？你知不知道在日耀集团，像你这种级别的主管都休想跟本少爷说话。如果现在被辞退的话，就只能警察局见了。嗯，对不起对不起，他刚才是胡说八道的。这样，我们打碎的碗我们拿工资赔行吗？您别生气了，对不起啊。不要再有下一次了。什么胡说八道？郑楚耀，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敢再给我耍少爷脾气，我就不管你了，让他们把你送到警察局，让你爸在娱乐周刊上看到你入狱的照片再来吧。我可告诉你，我说到做到，听见没有？哎，好。还有这么多碗要洗，这是要干三个月也赔不完啊。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去找找看，这里一定好。
是啊是啊是啊。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什么？今天是这个时候辞职求婚，这很重要。今天可是王总的求婚啊！练一下啊，以后现场总还有没有其他的乐手啊？站这里，没有，两边放什么？没有啊，今天是手机号，还是要重来。再热情一点，再热情一点。嫁给他，嫁给他，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无论如何，把这个事情都解决了。嫁给他，现在这个技术局这个。小姐，你是新来的乐手。我可以是，啊，那就拜托你了。好的，你去告诉小王，这次算他运气好，下次别再出现这种问题了。喂，是，星辰，星辰，在呢。你怎么知道他们需要乐手？我告诉你，乐手的工资啊，比洗碗工高多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这里的服务生都是正楚药家的保镖装扮出来的，你是没有办法带走林星辰的。我不信。星辰，我肚子好饿，给我找点东西吃吧。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没办法再坚持了，我肚子真的好饿。你怎么这么任性？你就不能忍忍啊？我不管。一会儿呢，嗯，客人会从中间过来。等我一下。记住了，我的蛋糕呢？蛋糕呢？你有拿蛋糕来吗？我确定。丹尼尔，正主要，这么巧啊！帮我拿一下。喂，我们快走。哎，蛋糕在那里呢，拦住他！我的意念能跟人说话了。干什么？哎，先生，放开，放开我！蛋糕为什么会在这里？蛋糕为什么会在这里？不是我拿的。星辰，你怎么也来了？你能看到他？废话，我又不是瞎子。不是我的幻觉吗？白痴，快走！啊！哎，你走，等我。先生，你冷静一下。先生，你要解释清楚。冷静，我跟你讲，先放手。哎，先生，怎么办？这里出不去。哎，我有办法，跟我走。走吧。
你们谁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丹尼尔要对星辰不利。啊，丹尼尔。我把这本书让给你，你能替我保守秘密吗？这本书你都找得到？喂，星辰，昨晚泱泱家的大排档被人砸了，那些人说叫他离正主要远一点。要不是亲妈妈朱莉亚亲口说出真相，货真价实的贵公子们将陷入丑闻的泥淖。为了成为真正的公主，林星辰可真是费尽苦心啊，不仅觊觎日药集团大少爷郑楚耀，就连公主的随护江念宇都不放过，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剑南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太可怕了，那要怎么办啊？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先在这个地方躲一下。你们住这里，那又怎么样？虽然这里是杂物间，但也是五星级酒店的杂物间，怎么说都比你家好多了。你们两个住在这里？嗯，这是经理今天给我们的房间，我正打算跟他们商量商量去换呢。喂，你干嘛？喂，干嘛？收拾床铺。我们今天睡这里。你在开玩笑吧？像本少爷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睡在这个地方啊？而且我是女孩，我怎么跟你们挤在这儿啊？星辰，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安全。你的安全呢？就由我郑楚耀来负责，相信我，我就守在这里，让丹尼尔一根汗毛都没有办法碰到你。行了吧？谢谢你啊。喂，林星辰，你该不会是半夜想要偷窥本少爷睡觉吧？我是怕你晚上一个人偷偷溜走，然后把负债都留给我。哼。说这里没有厕所、啊、我们都惹了这么多麻烦了，怎么可能还有厕所啊？走廊不是有员工厕所吗？什么员工厕所？你要本少爷上员工厕所？你可以不上。我又不是你，整天睡在猪窝里还会搞这些有的没的，很厉害啊。我先睡了。喂，为什么你刚看到我的时候以为我是你的幻觉？
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吧，所以就出现了魔鬼的影子。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啊？其实呢，我应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教会了我这些生存技能，我跟郑楚耀可能都被送到警察局了。对了，你不是昨天就应该出国了吗？报道时间延期了。哦，那下一次你出发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给你送行。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才跑到这里来的。怎么可能，都是因为那个郑楚耀借了熊鼻的衣服过来，我以为他是你我才。所以你是因为觉得是我才会跟着走？对，你说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为什么？你喜欢的人不是郑楚耀吗？我喜欢的人是我们集团已经决定要在北欧开拓市场，我要你去一年做前期工作，作为你要和林星辰在一起的代价，你愿意吗？江念宇，告诉你，本少爷已经决定要开始认真了，你最好小心一点哦。江念宇那天急着跑去找你，居然耽误了飞机，所以错过了去维也纳音乐学院报名的时间，他可算是为了你放弃了出国的机会。